报生日那天大暴雨，贺乔燕兄嫂一家人开车出去，突然就出了车祸，当场去世，只有夏宝幸存了下来。他背后一定还有人，我必须找到真相，不能让我大哥大嫂就这么白白死了。你为了他连贺氏都不要了？是这样，我对你的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